金川跟张华丽的代志，可爱哦，应酬饮酒的关系。阿伯，啊，你是安怎啊？这椅仔敢有啥物问题？啊，若无恁来坐车就吊起来啊？无安怎啦？我就是恁阿妈精神啊！啊，想要确定一下。阿妈伊讲，阿妈赶紧精神。阿伯啊，你是不是底层夹起来啊？是底层，我哪有什么底层？哎，查某囡仔讲话啊，有够粗鲁歹听。你讲，卖弄阿伯，你乱话啦，我吼，跟你无遐熟啦。我是看你叫我阿妈，我想讲叫你阿伯较亲切啊，那无好啊。我以后就叫你底层夹起来，北京二丢。你是咧想要回公司啊？对嘛，是毋叫你阿伯较贵气？哎，病丢啊，免歹势啦。若是有病哦，都爱看医生。啊，这，我之前看电视哦，拢有伫演呢。迄底层若疼起来哦，站嘛会疼，坐嘛会疼呢。啊，若真正要坐哦，都爱坐迄参像甜甜圈同款。啊，迄坐落才袂去跌到脚床。一个查甫囡仔人对一个查甫人讲这，拢袂感觉歹势哦。那有啥物查甫啦，同款拢是人啊，难免拢嘛有病痛。哎呦，免歹势啦，底层尔。对了，算你搞，算你厉害。约到时够安怎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种镜头啊，不是干那查甫人会得到，查甫人嘛同款会得到。我当然嘛知，所以无要笑你啊。我是看你拄只好，啊，忽然间安尼夹起来，你可能是发炎啦，你啊赶紧看，啊，那无足艰苦的。你等下去找迄护理师啊，摕一个消炎药，啊，消炎了也袂疼，再去看医生啦。我算唔知爱食消炎药，免你夹。我当然知影你免我夹，啊，不过你都唔敢讲啊。我啥都唔敢讲。医护人员照顾病人哦，是天公地道，因袂甲我笑的。安尼你知就好啊，阿伯。问你只，知啦。哎，来啦！对啊，无要创啊！我是看你行到这么痛苦，啊，一步要行三分钟，是要行到当时啊！我陪你去较紧。等，你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，有啥秘密哦？啊，我知影，你哦一定会哦，四处奉上吼，讲我有这个镜头，让大家来取笑我。请问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哦？是有啥物好放松的啦？你拄则就讲啊，查某人嘛会着这個，我搁知影哦，迄有性的查某人搁较会着，所以我就是查某人，我哪有做安尼讲酸笑啦？那无你现在对我这么好？不是每一个人哦，拢参像你这么歹心啦。我拄则就讲啊，是因为你救我的阿妈，啊无得靠你，就是因为无用阿妈的代志，底层才会夹起来。我有你来去护理站，给你说道一下，安尼敢有唔对？赶紧来去啊！顺便提药膏、加油啊！快抹药啊！可能好较紧啦！行啦！行紧嘛是赶快来听啦！啊！你安尼拖拖刷刷，地上若是破去，你就知啦！你卖乌鸦嘴嘞！你才卖提起，行啦！来紧啦！这药膏一天抹三盖，啊！这消炎药吼，六点钟吃一盖，你袂当感冒疼就吃落哦。是啥嘞？我惊你听无啦！我嘛头一届啊，我知影。啊，对，啊，佫有这啦！你若是感觉坐落会疼，就坐这就袂疼。我就讲我知影，人遐侪，你超工的，我知影要安怎处理。你知影佫会袂记得摕？啊，佫啦，拄则何律师有讲哦，你最近哦爱食较清的，爱睏好饱。尽量卖啉酒，阿妈卖食薰，安尼好较紧。你会记得无啦？我知，你卖去细细念，比阮某搁较杂念。歹势吼，阮阿妈就较无头神啦，所以我爱交代伊代志，就安尼一直讲到伊会记为止。恁阿妈几岁？我几岁？伊有老年痴呆症，我无咧。你替我甲伊比。想袂到秦明甲小鱼会当安尼好好啊讲话，敢是因为秦明的底层咧压起来啊？哦，小鱼感觉不忍心嘛。安尼讲起来哦，齐明的底层安尼听算是有价值啦。阿姨，
你们来啊！哎，你好。对啦，金海路通知啊，我当然是要过来关心一下。啊，你阿妈状况安怎？因阿妈真好啦，人都是我。小寡关心一下啦，我骨正头搁行起来，跟我斗三工一下。哦，哎呦，我是要哪跟你斗三工啊？啊，我嘛无法度替你听啊。搁再讲啊，迄药啊，等阵是护理师替你拨，啊，不是我的。不是啦。啊，对啦，对啦。哦，拄则我听到小鱼有跟你交代哦，伊这查某囡仔足大心的，所以哦。就让小鱼继续照顾你，啊，我先去看阿妈哈。妹妹，嗯，你是我哪怪歹势啦？那诶，伊是哦，阮丽宏未来女朋友，就是未来新妇啊，免歹势啦。哎呀，你唔通安尼讲啦，阿伯啊，拢是你啦，叫你莫歹势，你看即马伊误会啊啦。海先生，会使你去抹药啊哦。啊，哎，吴敏。哎，你紧去啊。啊。啊对啊，小玉啊，阿伯就麻烦你照顾啊，我先去看你阿妈，哈。哎，无用。紧去啦，阿伯啊，紧的啦。哎。紧去啦哦，无事你等你啊。即句我上烦恼的，就是孝安百姓安尼。咱嘛袂用讲，伊是高家的后生，会真相讲出来。啊，若是哦，万一咱走，无人照顾伊，安尼小安是变安怎啦？啊，你袂连这嘛拢袂记哩哦？记耶，啊！我是惊讲我记唔着去，啊！无你去甲我讲一遍呐，伊是啥后生啊？江秀莲，伊是江秀莲双生的其中一个啊。你讲伊是江秀莲的后生哦？啊，这鸟见代志你拢袂记哦？知影呢哦。我早来咧斗三工啊啦！最近我就常常感觉讲有真重要代志，啊，不过我哪想都想袂起来。啊，看到迄个假孝安哦，我就规个心肝当啊皮破菜呢。啊，孝安是江秀莲后生。我真正不过规个拢糊涂去啊！啊，你阁甲我讲较清楚的啦！啊，就当当年你娶了阿坤啊，哎呦，想要不好江秀莲，啊，等江秀莲哦生迄双生啊，昏死伫遐的时阵，哎呦，偷抱一个囡仔送去育幼院，想讲吼要变孤儿啦。啊，当当时你甲公营哦着急要走咯，啊，就交代我讲吼去育幼院煮饭，啊，有机会哦。今天用这个囡仔啦，好好照顾伊。等以后若送返去高家，啊，替阿坤赎罪啦。啊，孝安这个名就是你好的啊。孝安这么好，这么乖的囡仔，还佫这么好饲，一直吼当作我是亲阿妈。哪会变成安尼？啊，我是足无甘的。哼，这就是张家良会做的代志啦，明仔骨写袂哩。我的意思是讲哦，拢是我唔对啦，会用洗袂用干，才害家良变甲安尼。啊不，本来我是想讲，啊，就找一个体格啊，啊岁数差不多来代替就好啊。要哪知影，是我的亲孙啊！啊，家良去偷抱人的囡仔，啊用家己的囡仔去赢哦，啊真正是报应啦！报应！
后来你甲公营的事业稳定了后，啊，就甲我甲小安接过去，啊，真打拼哩栽培小安，希望讲有一天甲上升的高价，是人人用的娱乐的人才。想袂到代志会变成甲安尼，小安伊发生车祸，啊，变这款的。张家良，你真正是注定爱死伫我手头的啦！真正罗孝安是你较早死对头高志良的孙仔，啊，即马嫁罗孝安哦，是你的后生张子祥。你着等下我揢这两条哦，甲你偷偷啊修理，我绝对修理甲，互你生不如死。现在这是要怎么啦？啊，家良跟文玲都抓准说子祥已经死了，啊，结果原来子祥都在他们身躯边呢。啊，小安哪会当好起来？我搁讲会出嘴。啊，问题是，我现在根本就无法度讲啊。啊，若真正叫我哥哥知影哦，伊绝对会找家良拼命，甚至还会赔命呀。我那唔得，唔但无替伊赎罪，等到去害着家良哦。啊，若是安尼，我才会转来。啊，来好啊，参详这件代志，啊，甲伤害哦，更加上加。等小安醒来，还无问题啊啦。不管是小安哦，还是子祥啦，拢是咱心头一块吧，咱绝对袂用放弃的啦。而且哦，阮所有的考虑拢爱以这两个囡仔为主啦，你讲对不？对啦，啊，那迄要一年呢？啊，子祥的基地嘛爱重置，那无哦，子祥伊脑中迄孝安的基地哦，就袂稳定啊。你有时间哦，就该子祥抓过来，咱来处理一下。哦，啊，基地重置唔免等时间些啊？我那些笔拢抓过来啦。只要把孝安的记忆灌在子祥的脑中，这样哦，他就会记得孝安以前的生活。要不过差不多一年要重置一次，要不然子祥就会给他以前的记忆了。啊，我说不记得说哦，是一年的期限啦。啊，之前哦，孝安，不是啊，不是，是子祥假扮的孝安哦，啊，就跟家良说过啊，说他人话阿妈已经过身啊。啊！不过拄仔伫咧停车场哦，伊看到你呐，敢那拢无啥反应哈。啊！你袂记啊？咱就惊代志有变化。啊，金朴素哦，就甲我变这个模样，啊，藏在子祥的脑中。所以印象中，啊，过身的兰花阿妈，啊，拢毋是吼，是做我安尼啦。所以讲，这部分是金朴素咧处理的，啊嘛，就是咱国营集团实验室的一部分。啊，这部分是刘静川唔知影的吼。那当然啦，啊，咱也袂用鬼话互伊捧去啦。啊，金朴素哦，你做的部分，咱也袂用完全掌握啦。当初你请伊斗三工，条件哦，就是袂用感谢，惊提供资源，哎，才要伊伫子祥代替孝安。啊，凊彩找一个少年的要来代替孝安，结果是我的亲孙呐。讲起来哦，是陪人一个后生啦，啊，嘛算是咧帮助我家己。干怎讲哦，拢是我的孙。哎，千算万算哦，拢唔达咧天一位啦。安怎讲哦，拢是咱的心肝宝贝。这两个哦，咱拢保掉的。啊，会议代志拢到这来哦，咱就看书办事啦。